焦作原波，作为生产聚合硫酸铁的行业标杆者，所生产的聚合硫酸铁主要采用喷雾干燥技术，具有高效性，稳定性好，适应水域宽，水解速度快，吸附能力强，形成繁花大，致密沉淀快，出水浊度低，脱水性能好等优点，并具有粉末细、颗粒均匀、易溶于水、聚凝效果好、净化稳定、投加量少、成本低等特点，其含量高、质量好，降低了使用时的投加量，可以大量节省使用成本，适合于饮用水净化、城市集水净化及工业集水净化，去除 COD、BOD 及重金属离子等方面，适用于各种浊度的原水。pH 适用范围广，繁花形成大、快，沉降速度快。原波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，所有质量指标都达到甚至超过国标要求，同时拥有 ISO 认证。在以往 SGS 质量检测中，各项指标都远远优于标准数值，能很好地去除 COD、BOD 以及重金属离子等等。此外，原波喷雾干燥产品安全性高，不含铝、氯及重金属离子等有害物质，广泛使用在饮用水、城市污水、工业废水、污泥脱浆等。